一辈子追求台独的，我还佩服他。批评你赖清德，他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昨天我打吐，你知道吗？他变成务实的工作者，台独不见得。对，我说你台独亲孙变台独龟孙的料，这种呢我就很瞧不起。我昨天订那个赖清德，你不要在我面前哦装可爱。高端疫苗，你有没有讲话？别人可以装傻，你赖清德是念医学系毕业的。我说你是台大的校友。卡管案的时候，你有没有讲话？林志坚论文抄袭案，你有没有讲话？没有。最神经病的是哪一点？民进党全党挺一人跟台大对打，你他个派系耶！今天那个民进党有时候台大评语就是慈禧太后看他的义和团。台湾哦，不是民进党的专利，台湾是台湾人的，不是喊台独就可以贪污。拜托，不要再贪污了，贪污一个国家不害敌人。民进党中央党部哦，墙壁上有七个字：清廉勤政爱乡土。实现人是柯文哲，不是民进党。我昨天就跟赖清德讲，我说哈，就像清末你知道哈，清朝末年，不管是中国跟日本都遇到西方列强的挑战，人家日本是明治维新嘛，哦，中国有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那你为什么要变当义和团呢？结果到今天那个民进党有时候给他的评语就是慈禧太后判他的义和团呢。我没笑这么大声，对哦。我们面对的问题哦，我们做一个人以理智的人类，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总是有概念嘛。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哦，我希望哦，台湾是一个理智哦、理性、务实、科学的政府来领导。什么叫理性？行就等对错，难道你不知道吗？不是喊台独就可以贪污，是不是？我常常讲哦。一辈子追求台独人，我还佩服他。批评你赖清德哦，他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昨天我打吐，你知道哦，他变成务实的工作者，台独不见得。我说你台独亲孙变台独龟孙的料。你刚才台独亲孙呢，啊，叫他变台独龟孙，这种呢我就很瞧不起，你知道？你也别这批评，我一生的理想，我就是安尼。所以你看到他以前自称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你去把昨天的演变调出来看，他自称务实的工作者，台独不见了。我你是务实的统一工作者，务实，哎，你是工作哪一方面的？我讲好清楚。所以我感谢哇，你世间哦，我们能够真坚持理想，但很好。啊，你要是说哦，这环境有改变有什么，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讲。所以我也很清楚嘛。十年前我是反对核电的，现在我就开始动摇了。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半导体产，台湾现在半导体产业哈占整个台湾的 GDP 20%，你知道？十年前才10%，我们在这十年当中半导体产业哈，所以为什么美国会很担？我去美国的时候，你知道我发现美国最残酷就是这一题。你讲你要是当台湾总统，关于美国政府要求台积电搬到美国，你的态度怎样？美国很关心台积电，你知道，因为那个台积电里面的晶片，没有晶片，你知道那些飞弹都不能做，所以那个对美国来讲是很关心的。但是这样的人活在世界上哦，没有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的晶片是全世界 top 的，我也知道，但是那个太耗电了，那个是耗电的产业。那所以很简单啊，那你现在都已经世界做到这里，那现在怎么办？你要转断也很难转断。所以这样来哦，我们只需要一个总统，你知道，很诚实的跟老百姓讲说，我们今天面对哪些问题，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哦，有困难，我们选大概几个解方，大家喜欢用，大家讨论你要用哪一个，那我们剩下就很认真的去把它做掉，这样就好了。我要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文化，认真工作，不要每天搞意识形态，不要贪污，拜托，不要再贪污了。一谈不起来，搞国家不害己，你知道？我为什么？那我昨天订那个赖清德订哪一条？我说高端疫苗的时候，你有没有讲过？我说别人不是，我跟你讲哦，别人可以装傻啊！我不是医生，我医学我不懂。你赖清德是念医学系毕业的，没有慈悲心。那高端的时候哈，你赖清德有没有出来讲过话？所以你不要在我面前哦装可爱，我跟你讲。
这个叫道德良心，道德良心。我昨天就问他几题啊，我说你是台大的校友，卡管案的时候你有没有讲话？没有。林志坚论文抄袭案你有没有讲话？没有。林志坚抄袭案哦，最神经病的是哪一点？民进党全党挺一人跟台大对打，我那神经病，你跟台湾大学对打，啊，你他个派系耶！不是，我跟你讲，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权力的傲慢，你知道？他已经傲慢到说，哎，你跟台湾大学对打，你们神经病！全党挺一人跟台大对打，所以为什么后来会一失五命就是这样？一失五命就是北部五个县市全部输掉啊！这个太离谱了，不。是非对错哦，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所以我跟你讲哦，还是那一句话，对的事情做，不对的不要做，认真做，安得了。我是看到这八年来哦，民进党实在是太多。我跟你讲，我以前也是支持民进党的，阿扁选总统的时候，我还是一届后援会总干事。啊，可是哦，你们不是喊台独就可以贪污嘛？所以两公哦。今天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哈墙壁上有七个字：清廉勤政爱乡土。我现在跟你讲哦，实现人是柯文哲，不是民进党。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